警方踹门大动作攻坚嫌犯，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。屏东警方兵分多路，分别在透天错里抓选举赌盘成员。 男子看到警方大动作找上门，乖乖配合上铐逮捕。另外一名男子在回家路上遭警方埋伏落网，在社群网站开粉专，不但先预估双北得票率，从新竹、台南、高雄等各县市，还有详细赔率，附上表格，超精美，吸引赌客下注。哎。 赌博集团蠢蠢欲动，开选举赌盘企图海捞一笔。警方追查组头，查扣手机签单，还搜出现金90多万。清查有北部及南部的县市都有。 网络涉赌盘让赌客下注零距离，警方一共逮捕6名上下线成员，依赌博罪和选罢法送办，选战倒数，还有诈骗集团利用选举下注，会玩赌金秒遭封锁，投票结果还没出炉，恐怕辛苦钱先被骗光光。记者张春华，屏东报道。 像这个梦梦水，独家配方起入入睡关键，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，让你身心达到放松。当中有茶氨酸，调节情绪，增强抗压能力，还有德国洋甘菊萃取物，可以疏解焦虑，帮助睡眠。睡前呢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，白桃风味，酸甜好喝。